第二天的第二站到达基隆天父宫。下一天也要完成攀山任务。人工掌黑令徒手时，麦妙离端香炉手及拜庙里，以身锣鼓鲜花素果参拜，掌弓起手行拜庙礼。本宫先锋教行拜庙礼。本宫紫衰教行拜庙礼。先锋教进入拜礼，向三官大帝参拜。
旋风调的精彩演出。恭请神尊入殿安坐休息。吴子伟带领委员干部向三官大帝参拜。恭读书文。感谢有功的招待。别人身旁啊，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点心的。嘉伟多吃一点啊。有啦，早上有啦，早上早餐没有。后山你还不吃？哦，糯饭，小米饭，啊、哦，炒米粉。五元糖。我怎么吃得下？刘兆忠，你要吃什么？哦，你吃的什么东西？很好吃啊。炸年糊。哦。八点半。哦，一盘还有。第一柜。哦。这个不错吃，好，很好。志工在摆香头。
敲宝殿。哦，这边牌很多，富国又民。双方主委干部在会客室热情的交流。主任委员啊，哎，好好啊！天父宫的委员干部向全天上帝参拜。圣灵公，圣灵公，显灵，就是天上的教会，一个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事事如意。黄茂义委员，黄委员在乐捐香油钱。双方干部亲切的交流着。好好，主任委员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微博招待，那边也有，这边茶水。来来来，这时间就是这多。两公长久的公谊更加浓厚了。有，哎，来，准备来，叫他进去。看后面，看镜头。向三官大帝结拜别礼后，也要回家了。合力举手，万香如手，与神教分别向三官大帝拜别。
下次再来啦。